咁如果你真係想去呢啲市況之下睺一隻潛力股的話，咁要睺邊只咧？我覺得只中國建築係可以去留意嘅。佢今日就升5.幾%啦。點解只中國建築可以留意呢？一來嗰個嘅走勢啦嚇，咁啊二來啊佢之前公布完出嚟嗰啲數據啦，咁啊一至十月嗰個累簽合同。其實就按年就有一個不錯的增長，都按年升 7.5%， 同埋之前公布出嚟嗰個第三季嗰個業績都不錯，你經營日利其實都升 21%。 long term 啲咁睇，你都受惠翻你內地啦，同埋香港大灣區嗰個基建，因為佢做嗰啲即係預製件啊，其實都相對上其實一個幾 niche 嘅一個技術喺度啊，同埋佢整體嗰個走勢啊，嗰個股價其實都相對上硬淨。嗱，而家就向上做一個突破嘅話啦，咁啊向上就睇邊個位咧嚇，睇住即係9蚊啊呢啲咁嘅水平啦，穿唔穿得到啦？穿得到就希望就再上望高少少啦。咁啊向下，我覺得你睇住8蚊或者係7.8啦呢啲咁嘅水平，如果係失咗嘅話，就短期。即係做一個止蝕啦，即係可以做一個咁嘅部署咯。如果你真係想喺呢啲咁嘅市況，有一啲基本因素其實幾好嘅喎，你見得到佢同埋佢個前景又唔錯。你啱啱公布完嗰啲季績出嚟，又叫做交到貨，咁嗰個走勢，個股市跌落嚟，佢又企得穩，然之後又向上突破的話，咁我覺得即係中國建築國際只3311係一隻可以留意嘅股份啦。